大家好，我是新妈咪手作的客服小莫。今天我们来学习单元花花片的拼接。前面我们教了卷缝拼接的方法，今天我们来学习引拔针拼接。这种方法比较简单，适合初学者，但接缝触角后不适用于粗线编织物。用到的工具是适配的钩针。首先我们先看一张用引拔针拼接完成的成品图片，反面略微厚重，正面比较平整。下面请看我演示引拔拼接的方法。这里演示的是四个四叶草花片的拼接，大家也可以用任意的同种花型进行拼接。首先拿起两个花片，将花片的正面对相对合拢，注意外侧的是背面，左手绕好线，拿起我们对齐的花片，将钩针穿入各自边角外侧的半针中，将线勾出来。然后在下一个针目里面挑起各自外侧的半针，将线勾出来，勾一针引拔针。一定要注意花片位置的对齐。按照这样的方法，我们把这两个花片勾完。勾到最后边角的位置，两个花片就完成了。我们再勾两个，同样的在边角的半针的位置穿入，勾引拔针。方法和前两个花片的方法是一样的。侧的半圈完成以后，我们将线圈拉大，剪掉线头，将线头从线圈里面拉出拉紧。这个就是横向缝合，横向完成后的样子。大家看，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横向的拼接。无论这个毯子有多长，我们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把花片拼起来。下面大家看，在纵向上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把花片拼起来。纵向的钩织和横向的方法是一样的。我们把花片旋转，拿起花片，继续用刚才的方式钩织就可以了。下面的拼接我就不做演示了。露在外面的线头，我们用钩针顺着织物的纹理把它收进去。
们把单独的花片拼接以后，在最外圈加上勾边，就形成了漂亮的沙发垫毯子。后面我们会教大家勾边的方法，如果大家还有什么不懂或者还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在 QQ、微信或者新浪微博上给我们留言，也可以直接搜淘宝新妈咪手作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集再见。